阿嫂，你莫安尼好不？我有听你的话，对智慧更有信心嘛。你哪有讲这款话啊？看你无甲我应话，我就感觉怪怪。啊，我若甲你应话，你要要骂我？啊，我唔应你的话，你要讲怪怪。我唔管我做啥物哦，拢袂顺你的意啦。啊，你两个是冤心的遐？无啦，啊，我咧有老有美哦，会晓想完捌代志啊啦。 啊，会当甲陈志辉哦当做普通朋友啊，甲伊帮助甲就好啦。啊，记者会毋是要开始啊？恁爸爸吼，讲要去田志辉啊啦。啊，今天即个来当利用记者会，啊挽回伊的局面，啊也正大，就会行较顺利啦。啊，丽丽就较好过啊。啊，若招弟啊吼，就好命啦。记者会即将开始，这场揭发议长郑铁炮的记者会，气氛可以说是相当诡异。要开始啊！ 咱即个记者会正式开始，真感谢各位媒体朋友来参加。即届议长龚成弼案，咱即摆就请陈志辉议员来向大家说明。各位亲爱的媒体，进前我开记者会的时阵，大家讲我无证，即摆我真荣幸，我摕具体证据出来，来替咱的全民争取一个公道。请大家看后边这个海报。夏大姐。 议长，哪会走去记者会？对啊，啊，人要接伊的餐包呢，佫走去哦，真正是笑死人。各位媒体，小姐，先生大家好。今日陈志辉议员讲话之前，第二场是陈真重要代志，要宣布给各位听。各位，今仔日咯是阮议员佮法议长龚成弼案的记者会，议长。 你若是今日要来认错的，那你欢迎你请坐。<笑>我就无做唔对代志，是安怎来认错？本来啊，我今仔日也是要开记者会啦，也毋过陈议员哦先开啊，我就想讲开去哦，两场就结束一场啦，安尼较袂浪费社会资源，嘛袂连累哦各位记者、先生、小姐哦，安尼两边关掉，大家讲对无？啊对啊对啊！ 你可不可以走出状元来揭幕呀？你好，哈哈哈！诶，今嘛我要感谢陈议员哦，遐尔尽力介绍我，所以我今嘛我要好好介绍陈议员这个人啊。大家都了解陈议员啦，真故意，真老实，也毋过事实，毋是安尼啦。议长，你若讲错，请你离座，阮的记者会就要开始啊。 诶，陈太太，你也来哦，来来来，大家看这看这吼，我甲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哦就是陈议员的太太。陈太太，我看你应该甲陈议员结婚无外久吼，你敢真正了解伊这人？伊敢有你心肝头想的遐尼好？最近哦。 陈议员四处走走，拜访条阿卡，伊身躯边哦，到缀着环境的前因。所以我提醒你吼，你要小注意的。在讲你啦，我早就叫你撇嫌啊，你看啦，别人提出来讲啊。好啦，莫阁冤啊啦，详细听因看你讲啥物。 馆长曾经采用美小姐，是我甲志辉的朋友，伊陪志辉去拜票，我拢知影，我嘛真支持。三零八三郎，我阿某感情，我是百分之百相信我的红仔。你相信你的红仔，也毋过我相信我找到的证据。来。 各位啊，宜辉哦办公室装潢工程哦，本来已经发包出去啊。迄公司哦是一间正正牌的公司，合约哦嘛甲人签好啊。
也毋过陈议员利用势力威胁这间公司，将这个工程吐出来，转包出去，包给什么人？你敢知？是啊，就包给陈议员的妈妈吴美云所开的中鸿公司。这根本就是陈议员啊，利用特权图利自己人，这根本就是自肥。各位记者朋友，恁看这份资料，恁都了解。阿六，啊，你看有知啊？这个歹新闻哪这么糊涂啦？啊，我都讲啊，死仔的钱早晚会出代志啦。是啊，这边啊，美文姐嘛，真正给志伟害死啊。啊，人的志伟是变安怎才好？妈，什么时阵接到这工程？伊敢有跟你讲？无啊，我唔知影伊有接这工程咧。上超过的是哦，原本是500万就当做好的工程哦，伫啊合约上哦，竟然硬加到800万啊！你手头摕哦，就是陈志辉啊，利用特权威胁民间公司的政府。要陈议员，你澄清者。是啊，你跟我是没有违和讲。得力跑！没事没事，志辉。好，可以慢啦。大家啊，今仔日哦是揭发议长工程弊案的记者会，唔通转移焦点。即卖啊，都看提出来证据。各位，就是因为陈志辉议员知影第二张咧查伊的弊案，所以今日才开这张记者会，要来抹黑咱第二张。亲像这款人格有问题的议员，伊报的了拢是骗人的，因为伊本身就是一个大骗子。伊讲的话你敢相信？各位，目睭闭好，紧看清楚，这个陈议员根本就是假信任嘛！对。我陈志辉伫遮唱衰，我真正唔知影，我嘛是安怎去接到迄个工程？我嘛绝对无利用我的职权来标这个装潢的工程。我就知影，你会用唔知影做借口啦。哪里我问你啦？你妈妈的公司哦，遐尔细间，是安怎摕到这个工程的？而且费用搁增加300万，你讲啊，到底是为啥物？我拄只哦，甲大家解释哦，是伊妈妈利用特权所做的代志，也搁因太太啦，嘛是同款啦，大嘴开开哦，等人乌死啦！哎，将相片哦分予在场所有人。各位记者，来，恁相片小看下，恁看卖哦，这对阿公某的真面目啦。哦，清楚哦，哦，足清楚哈。你甲看卖。看卖，你甲看卖。陈志辉啊，你家己嘛看有详细哦。这张相片是啥物时阵叫伊的？就是迄天，迄个太太讲要感谢你，专工送一只水果给你啊。啊，不过我唔知是安怎给了翕相。是啊，一般的民众送一挂小礼物，这是代表感谢的意思。啊，不是什么乌西提钱啊啦！您敢有需要这尔啊晦气？那是您讲的。表面上哦，陈议员是为民服务，也不过咧私底下是叫伊某做白手套。伊妈妈嘛是同款，伊根本就是利用特权哦，来恐吓民众，甲民众收取服务费。你这根本是假难搞搞！你无证无据，你后壁讲啥？伊根本就是利用特权哦，来恐吓民众，甲民众收取服务费。你这根本是假难搞搞！你无证无据，你后壁讲啥？你，局长，我的查某囝我上清楚，你莫后壁讲话来诬赖伊哦。局长甲安尼讲，就是有证据。当事人囝嘛来到现场。好，请。议员太太。这阿姨啊，你应该熟悉啦吼。迄就是迄位太太，伊就是志辉支持者啊。伊讲为着要感谢志辉，
所以这么几下机构，啊，不过我真正无提钱啦，内底根本就无钱啊，我是好无奈的。哎呀，你唔免惊，把代志讲出来，大家听。啊，我之前哦，都去找过陈议员啦，想讲哦，要请伊哦替我处理阮餐厅哦迄违建的问题啦。伊处理好了，煞落因太太煞来找我，啊，看到我了，啊，迄手哦，怎安尼摕伸出来啦？意思哦，就是讲哦，要甲我讨50万的费用啦。啊，你看到无？听到无？好，把迄水果摕到顶，啊，送给因啦。你讲袂错，阮某不习惯啦。你免做证明，迄个水果盒仔内底有空气。我看你根本就是个人叫来遮，要陷害我甲阮某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你莫啊，一句来一句去啦，别人听到不飒飒啦。安尼啦，我来讲一句公道话啦，陈志辉啊，你莫掠做哦，一句唔知啊，万人无知啦。一句哦，无翕到家内底的钱哦，你这种代志哦，杀个理理理，大家要相信伊讲的话，啊？陈议员陈太太，你爱讲清楚啊！各位各位，唔是我歹讲清楚，我是真正唔知影。你给我时间，等去问阮母啊吼，啊问清楚了，我才会当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啊。陈太太，啊，不过你确实有处理啊，家底钱到底伫倒位？你在讲啥？你是倒一日嘛才看到阮某有提钱？是啊，我无提钱，我真正无提钱啦。这一定是误会啦，一定有人要误了我，怎么讲话，讲话惊死人，误会啦。你敢若讲这是误会，但是你搁提袂出任何证明，要来让阮甲民众相信你的清白嘞？对啊，对啊。听我讲几句话吼，本来我甲恁讲，我来这是来关心一下尔，但是这个当中可疑的所在实在是太侪咧，啊，所以我无可能我讲到话袂用哩。头一个可疑的所在，各位，恁看这相片，两个人拢举雨伞，表示讲迄天伫咧落雨，落雨天送一个礼物，竟然有人会甲翕相，啊是啥物人翕的？第二个可疑的所在，今仔日这个场面，这位太太竟然会来到现场，莫非是有人邀请你来是？啊，是啥物人请你？啊，既然有这么多疑问的所在，咱若干呐单听单方面的话，对两个翁某来讲是真无公平。所以我希望这个代志查清楚了后，咱再来评论讲到底是谁对谁唔对。议长啊！议长啊！看，我都讲过啊嘛，议员较大啊，我只是一个哦普通的百姓尔，我哪会敢反抗啦？而且吼，看，那陈议员哦，搁有馆长咧支持呢。你莫惊吼，我来处理。馆长啊，你莫替陈志辉哦转移焦点啦，伊规家伙啊摕人钱哦，这事实啦，处理嘛是事实啦。既然股东伫大家手内底啊，啊，你搁有才着替伊讲话哦，啊？馆长，小姐，陈志伟啊，你若是查某囝吼，你就家己担起来啦，莫牵拖恁太太、甲恁妈妈啦。嘿，各位在座的啊，咱做伙啊，叫伊哦，爱家己担起来啦，对啦，担起来啦，担起来啦。哎，拜托拜托，这款代志无经过查证哦，莫听到风声就乌白布，好无？拜托拜托拜托啊！什么人乌白布啊？对啊，这你讲，你讲就清楚啦。Thank you.
收钱，不敢骂人啦。就是啊，你有看到无？记者朋友，你来甲写出来，明仔上大的爆点啦！单志伟收人罚的，伊唔敢面对哦。我来替大家说明啦，真正是料想未到哦。议会惊动哦，单志伟啦，伊竟然啊，伊做人啊，甲大家想的无同款啦。伊竟然是一个会收钱的黑色议员啦。所以大家啊，你就会知影。当初是党部是安怎不爱提名伊啦，就是这原因啦。对啦，对啦。来，还佫有两点想听。反正也是啦。以后你看人，目睭要白无金啦。你嘛知影，时间应该是我做，什么时阵哦，你就应该听多一点啦。时间啊，变不免大变。这根本就是单议员啊，利用特权图利自己人，这根本就是自肥。你若是查某囝哦，你就家己打起来，莫牵拖恁太太、甲恁妈妈啦。对啦，打起来啦！讲我陈志辉的前途啊，都予地铁嘛，这么简单，地一个就碎去。我讲我一世人的打拼，就像一只流水共款，什么拢无留咧。我唔甘愿，我唔甘愿，我一世人。你什么人跟我打拼？是安怎你的形象结果？是安怎？你讲咩？你哪咩？你从单杰伦刚开始，我真真实实，我陈志辉绝对袂放弃。但我还有一条规定，我绝对袂放弃。我有一个机会会当重新搁站起来，我愿意付出一段代价，我拢不怕。你无做议员哦，你当回去哦，去恁爸因家替做总统啊！我一定哦，要善下人出身啦，哦，善下辉，是是，我袂放弃，想要我的前途几条，无遮尔简单，我一定会重新站起来。我会让恁知影，我有出头天，我一定会有出头天。到底是在倒位啦？
总算是找到你啊！志辉，你莫失志，咱一定阁有机会会当做副院长的。你千万莫做戆代志，哦！我的名声已经毁掉，我无机会啊！志辉，你一定有机会。你放心，我绝对袂伫这时阵离开你。我一定会陪你站起来，我一定会一直守在你的身躯边，哦。真有可能是恁家的人烦恼你，四界打电话在找你。喂，喂，永美哦，我是蕾蕾啦，拍摄哦，遐伊话要打电话给你，是因为智慧啦，因为去才会现场离开啊。到今嘛，还阁联络袂着。啊，我嘛看到电视呢，我嘛足烦恼伊的，我嘛敲电话想讲要找伊，也毋过伊拢袂接我的电话，想袂到代志会变到安尼吼。今嘛今遐尔晚，伊还袂转来，我真正足烦恼伊的。你放心啦，我若是有伊的消息，我马上就敲电话给你。那你麻烦你哦，多谢。嗯。你厝内谁无来找你啊？安怎？要回去给他报平安吗？我回去要送啥？这边我的夫人不甲凄惨，伊嘛有节俭啦。我回去，伊敢会了解我的心情？今嘛有你伫我身躯边，安尼就有够啊！哎呦，蕾蕾只是较单纯啊，才会去用骗去，你莫怪伊啦吼。做一个政治人物的某，敢有这尼啊简单？就算伊无了解政治，嘛应该较细腻。你想看卖啦，我真有可能因为伊的单纯，毁掉我一世人的前途。是啦，蕾蕾哦，确实是跟我无同款。自细汉在阮家来来去去，迄款政治人物就唔知有偌济人。啊，伊心内咧想啥，我拢真清楚。因为政治咧争夺咧，就是金钱还佫有权力，所以伫过程中本来就是较势利，啊，这环境本来就是遐尼复杂。因为政治为了利益，是啥物代志拢做会出来。政治的代志，还是你较了解，你才会当好好跟我讨论这个代志。也毋过，这边我个人认，可能无啥物机会啊。拄则我有讲过，你绝对还阁有机会，因为我会陪你做伙行落去。啊，即马二年底选举，还阁有一段时间，你千万唔通失志。我嘛用尽所有的办法，帮助你重新登去正道。若有你的支持，我相信我一定会当重新阁站起来。你一定爱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帮你达成所有愿望。嗯。我若是想要反败为胜，唯一的希望就是甲尤美抓着，绝对袂用让伊离开我，安尼我才有机会。我总算是把智慧的心抓到的了，智慧袂再离开我。智慧，有啥物所在我能斗相共的无？以后你莫阁问我政治的代志，莫乌白收礼物，安尼就好啊。姐妹，是你啦！我嘛足欠我家己的，先做遐尔无注意，害你互人陷害。
迄个局长是安怎要用这款手段对付你啊？我真正足不甘愿的。凯丽，我无怪你啊，我知影不是你唔好，是你对政治的敏感度伤低，才无去封闭。我叫你莫阁问政治的代志，就是避免以后同款的代志阁发生啊。我讲要做你的好太太，结果我今麦唔到包都甲你斗三工，等到害你予人冤枉。这间厝做了已经有够济啊！若不是你斗三工照顾这间厝，我哪有可能安心伫外口拍拼我的事业？你做的拢有够，所以哦，莫阁责备你家己好无？姐妹，你拄则讲叫妈继续接迄个工程，迄个太太给你的钱嘛免还给伊啊，这敢是真实？代志已经走到这个地步，我无路通退啊！我即马只好改变我的想法甲做法，安尼才有当克服这个问题。啊，不过安尼你所坚持的原则嘞？好啦，莫阁讲啦，这个代志我家己去处理。所以，我爱开真侪时间去挽回我往拍歹的名声，所以以后我会比即马搁较无用。你若会当甲我把这间厝完全照顾好势，我就真感谢。这个受到遐大打击，无怪伊即摆态度变甲安尼。喂，总经理，蔡永富的大嫂讲有代志要找你，请你别拜哈。是吧？下次。个性较直啦，有话我直接讲啦。我来遮哦，是要甲颜水行李，麻烦你带转去家饲啦。啊，是安怎？是不是颜水给你惹啥麻烦？你一路袂讲啥，颜水哪会惹麻烦？伊足古锥的，足得人疼，阮全家伙拢真介意。颜水，你唔通怪我哦，甲你送走我嘛真唔甘呢。你一定感觉真奇怪。既然阮这么介意颜水，想做要送东的行李，这拢是为着优惠啦。啊，优惠，逐天看到颜水，又特别想看到你嘞。啊，早时来这上班哦，逐天看到你就真嗨啊。啊，长期搁看颜水咧想你啦。啊，你是要到什么时阵哦，伊才会当甲你放袂记重新交新的男朋友？啊，我嘛是不得已才安尼做啊，甲颜水抱来这行李。所以，最近恁妈妈心情是不是拢无好啊？这拢怪爸爸啦，是爸爸辜负恁妈妈，妈妈唔才这么伤心。我都唔知你是咧想啥，你头壳路都拍结啦。甲你讲孙小静无好，你偏偏要甲伊做伙。啊，你家己要歹过日咯，我嘛无法度阻挡你啦。啊，不过优惠是我的小姑呢，我当然嘛要替伊拍算啊。啊，想来想去哦，嘛只好安尼做啦。安尼对你哦，对优惠，对孙小金拢好啦。李白，总经理，阿嫂，你今仔伫遮哦？啊，你抱恩水来找总经理做啥？你嘛看到啊，抱恩水来寻文良啊。阿嫂，你莫乱来啦，恩水是我的呢，谁要寻文良？好乱子啊！哎哎，哎，啊你逐天抱恩水，心肝想的拢是伊啦。安尼是要到什么时阵才会当甲伊找互你啊？啊，昨晚是我答应照顾颜水哦，你阁唔肯甲因家约会嘞？你莫学白讲啦，我甲文良的分开，跟我饲颜水一点关系都无，而且我嘛不是迄款离婚哦，就买你家己囡仔的妈妈。对，蔡小慧，你即卖是暗示讲我是离婚，就买你囡仔种爸爸。之前我无爱甲你相处哦，迄是因为颜水一开始就住喺恁家。
我今日讲甲带走吼，伊也袂惯势。歹势啦，啊，我下尾告辞了后，伊吼就表示讲我对伊嘛足关心的，哦，你说对吧？哎，啊，既然恁两个都分开啊，都要彻底做一个结束啦。姑娘，既然你选择孙小金哦，就好好讲对待啦。啊，你嘛是啦，应该放下就爱放下啦。啊，若无，你是要安怎拄到你的新恋情、新的幸福啊？我甲无良分开，甲因水一点仔关系都无。伊是我的狗儿子，我是伊的妈妈，我有甲因水保证过，我永远拢袂怪伊。我唔是虾米人啊，我是因水爸爸，我当然有权利去照顾伊、关心伊啊。安川，因水又不发病啊？啊，他无，臭太太来出来找无良。呸！莫伫遐乌鸦嘴啦，因水哪有看病？我是抱恩水来寻文良啦，卡变阮幽会哦，看到恩水就想到文良。恩水，哎呀，恩水真正足古锥的，我足介意的。那就我过工吼。哎，恩水。沈副总，我今日恩水的领主人，而且你无了解伊的生活习惯，可能无方便啦。你免烦恼啦。啊，有分量搞到三公啊！伊是恩水的爸爸，应该真了解伊的对吧？分量，你讲对吧？幽会，我知影你唔甘要恩水啊，啊，不过我袂用阁这么自私，甲你绑掉的，我是应该帮你去追求属于你的幸福。无唔对啊！我是恩水的爸爸，我甲小金，我会好好照顾伊，你当放心。李文良，我已经甲永恒行李啊，即摆你搁要甲恩水偷倒去？恩水已经饲一段时间了呢，我甲伊已经有感情啊，伊是有性命，毋是讲会当偷就要偷。恩水是我买的，我当然有资格甲偷倒来，而且恁所话讲得真对。就安尼，你才当完全交放啊！李文良，我已经甲永恒行李啊，即摆你搁要甲恩水偷倒去？恩水已经饲一段时间了呢，我甲伊已经有感情啊，伊是有性命，毋是讲会当偷就要偷。恩水是我买的，我当然有资格甲偷倒来，而且恁所话讲得真对。嘛就安尼，你才当完全交放啊！啊，人都安尼讲啊，你就甲恩水行伊啦，较有志气的。让弟弟死心啦，孙小静，恩水唔免行啊啦，啊，不过你是要好好对待伊哦，绝对袂当个苦毒，啊，若无我会找你算账。看你敢像安尼假假哦，唔知是咧想啥，啊，这嘛是无良的代志啦，我嘛管袂着啦。好啦，我先来走了。学生提醒你，这 case 我们公司搁在讨论啊。可以多点的话。哎，过来，哎，蔡慧琼。阿嫂，你来提一下。啊对，都在蔡幼辉哦，向我讲走出去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连水嫌文良啊，幼辉都唔甘啦。
奇怪啊，也这么艰苦。是胖囝呢？你讲啥？要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都想讲，带伊来上完工地了，要带伊做美容啊。啊，谁知影我甲起涂骹佚佗，结果我一身甲工人讲话，都胖囝啊。阮娘，即摆是变怎？你若这么无细腻啦，你先试过找看卖，我即摆随挂过，哈。姐，我卡优惠电话拢无人接，你敢有跟你做伙？有啊，你在我边啊。恩水胖囝啦，我已经通知温良，伊即马赶过来啊。恩水无去。好，你甲我讲哪地当，我即马随过。喂，来。今麦工资拢无重要，先找到恩水较要紧啦。恩水，恩水，小姐，恩水呢？恩水呢？无去，阿舅找电话呗。我已经找一阵嘛，恩水找无啊。你哪会这么无细腻啊？你敢不知影恩水对蔡玉慧来讲有偌重要？先别讲这，先把恩水找到较要紧。恩水。恩水恩水
水，永辉，进来，找到恩水啦，恩水在这。恩水，恩水，宝宝，恩水，恩水来，来妈妈进来，恩水。恩水，电视叫着这，唔敢点灯。恩水来了，来妈妈家。你先去，我来。恩水。